天准时来一场，雨过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变干净了。判处被告池振终身剥夺律师从业资格。咱们不是一起从化城来一起探案的吗？没说是拍的啊。你太笨，查不出来。那你查。行啊。这些日子你做过什么，干过什么事，杀过什么人，什么人做的？原来我是坏人吗？没有啊。要么你就是凶手。你到底等什么呢？我在等一场雨。副队长，鉴于你在本案中的渎职行为，你将暂停在行政区的行动。有时候你看到的那把刀，它并不是杀人的那把刀。你找到人了。到底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，可以让你对他们赶尽杀绝？换了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换了我，我也这么做。是吗？不要不也不一定。但崇拜你，把你当成英雄，当成自己心爱的女人的保护者，当什么？我不能这么。我们是兄弟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吧。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变好。我当警察干什么？我要下雨了。记得找我啊。我叫陆离。你那天哭得好难看。My life is no more.